喜不喜欢亲女朋友的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，师兄？咋的呀？那叫亲你干嘛？找熟人啊？对啊，我说你们猜猜我的熟人是谁呢？然后你就噔噔噔噔出那现就了，必定是我呀！是啊。玩什么？不要跟男生玩就行。不要跟男生玩，啊，为什么？下头。你刚才被下头啊？不是，我觉得刚刚我们连了一对男生，不知道啥关系，他们不露脸的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讲话就有点让人无语。我跟乌乌姐一起嘛，然后乌乌姐说，就我俩输了，乌乌姐说她讲一个擦玻璃，然后人家就说啊你是擦边，她说我说是擦玻璃，她说哦我以为你是擦边主播。我讲话真的让人很无语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因为他那你玩不了很 PK，啊？那你玩不了很 PK，我推一下看啥反应。他没反应，接着了他接着了，吸收了吐到他脸上。他说我退一下看你啥反应，我不知道很 PK 说你。不是我玩不了那种，玩不了。好吧，我不说了。我是不是有点话有点多了？完了，人家的粉丝要过来网暴我了，我害怕，你们保护怎我。么会？谁敢网暴你？杨我哥敢。罩着我，是不是？我造不了孽，这个如果说遇到问题了，咱我们老就婆成罩长。我，我老婆有20万粉丝，她罩我。好，他罩你，那接着说，没事儿，别怕。没了，说完了。没事儿啦，这个没关系，因为本身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嘛。你是属于那种很文静的类型，他们可能就是要整点节目效果啥嗯，过去吧。的。没事儿了。玩不了狠，你玩过最狠的是什么呀？我上次玩狠，他们让我把眉毛遮住。遮住眉毛怎么了？我还以为要把让你我绑靠，什么遮住树眉啊？毛怎么了？你敢玩吗？我是很 PK，我也不敢出去玩，但是你可以跟我们玩，不是遮，妈拿粉底把眉毛直接盖住，这边眉毛盖住不搞不说了，来，搞你不知来，道搞吗？不来！我还是让男我主把眉毛画到这儿，不小心男，梳掉了。是谁让你这样？我们有一个车队，我们那个车队叫货拉拉车队，那个车队里面就是泡泡、呜呜他们，有点狠，真的很，太他们狠了，让他们画眼太线，狠他了。们眼线要这样画盖整个，但是你不要出去，如果他们让你出去玩很 PK，你别跟他们玩，你可以跟我们玩，因为我们说话有轻重，那些人说话都要把你骂哭了，你承受不住。我现在想想，我都已经准备开始哭了。他们有的人说话真的，我昨天又去学习了一下，好狠，真真的的，很狠，就是嘲，那他我们玻不是璃骂心，我人，受不了这他个。们是嘲讽人，就是嘲讽人那种，哇靠，真的很搞笑。我玻璃心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是，那你不要玩这个，跟我们玩可以，我们就只，反正我也骂不来，我就反复那几句，学着捡着骂，哪几句教一下我？低档，low 货，低档，你个低档，你个就低是档，对你个低档，你个低档，现在马上把嘴，哎，我又在教，我每个人我都教一遍，现在马上把嘴闭上，不准说话，就这种，后面蹲着去，好，他们就会到后面去蹲着，这样子投降，然后你就使唤他们，让他们干嘛？哭，他们就笑就哎，没票出去，出去，他们就出去，没票出去。对。然后就他们就会在一起说没票能不能玩？我们这局高端局没票的全部出去，不准就全部出去，玩没这么票的，狠，哎，自己去学习做功课，我啊，这知个不道教了，知了，道了，我回去，我回去去刷你们的录屏，好吧？对，自己去做功课啊。好，那我们玩个啥呀？嗯，对，我到处宣传，哎呀，我累了，我可不在，我再也不宣传了，我以后不会跟人说我玩很 PK 了。我们玩四人还是两人？都可以呀、啊，你想玩四人，带坏好孩子，谁不是好孩子啊？我也是好孩子啊。我俩玩个简单的吧，我们俩四个人的话就去玩，我们两个人的话就随便玩个简单的。比如，比如，那我问你，比如，
你连的，你应该想好。觉得我说话太慢了，领先都等不到我讲话就换人了，啥呀？是我讲话是比较慢一点，广东人的我真的瞧不起。我是人吧，好不？这句话当那么然说，好了，我是乖孩子，我肯定是乖孩子啊。想拉一下我呜呜，只是嘴巴大声一安点抚一的，下他刚刚那不我知给道他有拉，没有受伤的他心不会吗？受伤的，他不会受伤的。真的吗？他是哦，他我见解过不这了，些好多那些啥了，我姐拒绝了。他拒绝。没事，他估计在忙呢。你再聊一下他为什么会拒绝呢？他在干啥呀？不方便。不方便，我看看。小太阳，买了买了，浪莎，刚刚在唱歌呢，刚刚唱歌呢，买了买了，浪莎，十六块钱，浪莎，十六块钱，这是你应该的。你看，非常有弹性啊，非什常么弹颜性色啊。啊，四哥丝袜，肉黑色，黑色，black，走的就是性感路，black，OK，线，black，那待会儿给我看，浪莎，好好待会儿好，晚一点那给我看，卡姐对卡姐在，我先不给你看哈，等我们私下偷偷给你看，你待私晚一点联，给我看啊，我待会儿晚一点，我把那上次那几个全部凑到一起，我要看他们。你们可以当我不存在呀。还有9666和二娘，对，9666二娘，他们现在我让他们待会儿去叫美团叫了我，还有个谁？哦，还有个谁？还有一个他请假了，他这两天都播不了，哦，这几天都播不了。请假了，那要什么？我那先给你穿，我绝对性感，我一个顶俩。你现在叫穿啊？我先拆一下，拆都没拆封，我想说就给你看第一眼，我就拆了。哦，像送我什么好礼物一样，给你发福利呢。先给我看一眼。对，那咱们这一把是玩个什么局啊？这一把再拉一个。家们看好了啊，没有拆封过的，干净的，干净干净无痕的。那个我家里很多。你家里很多？怎么会很多啊？很多？那你等一下我那个你们先说，你们先说，我开个门。卡姐，你家怎么会很多啊？你早说，你送我几条呗，我还花16块买的。你说嘛，你说我给你送多几条。我喜欢肉色的，你家有没有肉色的？有。行，那你那有机会的话，给我搞肉色，是全新的不？要是那种98星、99星的，我不要啊。你猜的跟你那个一样。啊，行，你看我这个也挺好看吧。杨哥他喜欢这些，你知道吧？我家让我穿，他是我妈妈。我的狗好聪明，他自己去盖被子。你看，这么聪明。我去了，马尔济斯怎么比我还聪明啊？咋这么聪明啊？他是自己钻进去的吧？怎么比我还聪明啊？老铁，我冷了，我都不知道盖被子的。说我啥？没说你呢，还没说出来你就回来了，很快，你回来的很快。我待会还要走一趟。那咱们这个怎么整啊？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，再拉个谁？都行，你们整。反正一二三四嘛。嗯。婕妤在不在？婕妤在不在？这杨哥，我感觉杨哥家衣服怎么每一天都不一样啊？没，我就是被人说了我在买的，他们说我老穿那几件，我就说那我狠心，我把我的工资拿来买点衣服吧，包装一下自己。你哪是那几件？你衣服特别特别多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只是成天就那几件。那他们可能是激将我，反正钱也花出去了。女人一定要懂得打扮自己啊，舍得给自己花钱。谁嘛？现在没有啥人啊。我这边也很少啊，我这个号反正特别特别少好友，一般你们没跟我连，我都是去打野，就乱打，因为没什么好友。我看一下，那个呢？那对，小太阳每天穿的像春晚似的，颜色都很亮那种。真的呀？真的，春晚的人穿的颜色就很亮嘛，你每天就是不是大蓝色就大红色，要不然大黄色。天之河再系个红飘带。来个广场舞可以。还有凤凰传奇，你天天没播呢，我怎么了？天天没人儿啊！你击球小太阳，你手上没有人了？不是我，你们想要什么类型？那这样吧，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是人就行，也不多也不挑，是人就行。那肯定要玩，要好玩。拉那个 S 小好不好？S 小啊，可以，那你拉。莫莉子干什么？莫莉子，你 S 小玩真心话很厉害。你跟他玩，他玩对他玩的很大，他们对 Hello S 小， Hello. 好久不见 S 小。乌姐好久不见了，是很久不见了，我换号了，换号了，又换号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关注你了，我拿一个那个，你们先聊，我拿个，又我们先聊是吧？好，
我跟你说，老铁，卡姐，我刚还没跟你说完呢。我之所以买这个丝袜，是因为小天他现在有些特别的爱好，你知道吧？他那时候给我发微信，他说能不能打个视频电话，说看看我的丝袜。我说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说我们是 PK 输了，我还是在直播间看，不然绕人画饼。他就非要看，然后我昨天就死活没让，我都差点想把他拉黑了，知道吧？他现在有这种爱好，所以，对。所以你多给我送几件那种什么红黄蓝绿的丝袜，多给我送一点，我到时候穿给他看，不然他不跟我做朋友了。没得，我们现在做朋友就是要穿丝袜给他看，才跟他做朋友。没有丝袜不配跟他做朋友。对，他现在叫丝袜姐，他是，你没看吗？他让我穿，还在那962的。嗨哈哈哈！那我们怎么玩呀？那我们怎么玩呀？我们怎么玩呀，杨哥？造谣了，杨哥造谣了，造啥？他造啥谣了？叫什么谣？杨哥，我们是一二三四还是组队呀，杨哥？你说，我说的情况下，我说情况一二三四吧。他叫我干啥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几近绝望啊！这样一二三四吧，我也不想组队了，该怎么样怎么样吧，一二三四吧。谁说你啥？怎么这个点才吃饭啊，小天啊？我喝杯奶茶。我担心你、哎。我听出来了，我听出来了，你都心疼了，你真的。我都气了，我都想拍桌子了，怎么这个点吃饭？我真的。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。怎么这个点才喝水啊，卡姐？一直在喝，我有这个点才喝水，一天都过去这么久，这个点才喝水。哎，谢谢啊，怎么到这个点？行，那我们直接开始一二三四，好不好？睡觉，我应该说他。好，那最后说吗？最后说，最后说，你先喝你的奶茶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最后说。现在又喜欢喝奶茶，又喜欢看丝袜，不知道搞什么名堂。放你的屁！闭麦了哈。嗯。闭麦了。知道捉襟倒怪的你小天，为什么没有人看我大神爷？算我的。杰宇，你在不在？你在的话，我就在直播间把我。真的很大声，愿意哟。Justin Bieber， 我现在这一秒不喜欢你了。天使是哪里宝宝？重庆的宝宝，重庆的。他说 Mask 比上海的宝宝。我真的，我有天把你们这个全国各地拿名的兄弟背下来啊。重庆的。啊，重庆的五度粉。你说的好标准。我在那里待了半年的，也不是开玩笑的。妈呀，哪儿待过去？我们怎么奖励我们呀？我跟丝袜奶茶主播怎么奖励我？卡姐说怎么奖励我们呀？小小说你输了哦，有趣哦，你输了。我以为是小天和卡姐赢了哦，你输了，你也有今天。我就是要跟你共进退，太不容易了。你别蹭我啊！什么跟我共进退的？蹭的就是你。来吧，怎么奖励啊？卡姐还是笑？怎么奖励啊？小小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一点压力都没有遇到我们？压力在我们这里，对，给到我们了。那我问小太阳小姐姐一个真心话吧。不问雾小姐姐吗？一个，一个，行。那他我真的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要申请被 S 小姐姐罚。okay, 那这样 ，S 小，你问我们，你问我们俩一起回答，你问问题。对，一起 together。OK。好兄弟就要一起问真心话，别蹭我，别蹭我。我问一个，卡姐问一个，这样可以？我们互相一起回答，都你问卡姐，她问不出来问题。卡姐可能问我们几点健身。我们这我问不出来问题，我的天哪！那你问你问的啥？你问的啥？你别问我。什么？太阳小姐姐看过多少个主播的丝袜？我去了，太多了！你问对了，太多了。妈呀！我从来没看过。我们都听说了，咱你听说那全是他瞎说。我真的我没有看过女孩子穿丝袜，哦，不是没有看过，我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爱好。比起那个，我更喜欢女孩子的，就是穿裤子，我觉得就是那种裤子。想想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哎。但是吴姐刚刚把证据都拿出来了，我没有，哎，就是我不到，我什么也不到，我不到，哎，小我不到，我问你几点吃饭，你就不，我不到，我不到，没有啊，没那个，因为吴是为什么吴是因为他，
穿丝袜，我是自己输了的，是我那时候说我输了，我要穿丝袜给你看，不是他要看的，是自己要给他看的。现在现在跟我说这些啊，一直都是这么说的，还有兄弟。嗯懂不懂？那鼻涕才能叫出来。乌姐问你，你想要卡姐给你送什么颜色的？然后给太阳小姐看。红黄蓝绿青蓝紫，紫的、白的、红绿绿的、紫的多，粉的很多。对，他刚就是这么说的。他还问卡姐要说太阳小姐。但是这是我主动想给杨哥看的。他可真不是我喜欢，是他自己有这方面的收集，这方面的癖好。不然你看。我怎么可能红的黄的紫的呢？他说这么多，他全他自己要收集。我靠，我就去拿这个。这是他真的，他有这方面的癖好，那是真的。你待会儿，你待会儿，你们待会儿让他看一下，把柜子打开，他柜子里面全是。我那天看见了。人有点癖好不是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确实，我所以说 我自己喜欢，不当回事儿，我都没有说过你这个癖好。但今天他们那个了，我就说那确实。好了，嘘，别透露太多。该卡姐问了，我想让他俩演戏，演戏。怎么今天换了演戏的？哎，问几个回答你了？问几个回答那么多了，你为什么要看我们演戏？你挺会演的。这卡姐挺会办上车买票啊，老铁！这你换我两个了，他要看演戏了。你这演不了演完了，确实完了，演不了一点，演不了一点，确实演不了一点。确实演不了。你咋？这句话都问两个了，我不是已经都在回答真实话？我刚刚就说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讲话。哎，那你真没听见，真没听见。那确实，改天吧，改天吧，改天再赢我们吧，有本事。下一次，下一把都行，好吧？下一把，这一把是真心话了，已经。嗯，来，接真心话来吧，问我们。问你太多了，我都没想好问的了。那你问乌乌，小小问我。啊，我想到一个，这是什么赛事？你说谁啊？你俩不是一起回答？哎，我去，你先说吧。我俩是什么赛事啊？医生，你说我啊，我自己啊。你俩对，你说你自己啊。我什么赛事啊？哦哦哦！救命！他，妈呀，这个怎么说呀？不小啊！你不是说你 A B C D E F G， 你选一个就完事了。就是 B C 都行。确实确实，我证明我确实，老铁他确实。你又证明了你。我的话，我真不小，我靠。他确实不小，家人们，我替他证明，在三亚我看见了。你看这个毛，你又要滚。那说实话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倒也替你证明，你说吧。我也差不多吧，可能。确实，确实，确实。我也差不多，女孩子都差不多。确实，我证明。我确实我也是 B 和 C， 在三亚我也看见了。那你们穿的衣服真的太 oversize。泳装肯定都是比较惹毛了啊，惹毛了啊，也没有那么 size， 很宽松 ，oversize， 很宽松。互相证明，确实差不多。确实，我俩是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林一炮也差不多。哦不，林也要那。李天天也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把他们拉进来。哦，头发都玩掉了。那还有真心话吗？还是问完了呀？你到小小问了。还有啊。请问，太阳小姐姐，我很害怕。太阳小姐姐喜不喜欢女朋友？就是那个什么的小青。啊？啥？没。喜不喜欢亲女朋友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还是小？我没有听。你振作一点啊！这是在直播间，你振作一点。你振作一点，你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你振作一点。哦，你说是，如果他有。你振作一点，振作一点。那我可以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呀。你回答的隐晦一点，讲吗？我一般都是对方需求，对方只要敢提，我都敢做。模范，只要他敢提，他说啥我都敢做。哦，那乌乌姐呢？他要。我。哎呦喂，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呀？嗯。今天可能过不去了。我感觉我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女人吧，反正。这个负责任啥关系啊？
就是如果对象想要，一般也都能满足。隐晦点。啊，反正就是，嗯，对，反正做个负责任的人吧。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那咱俩一样。嗯，对，嗯，对，特别好。嗯。第一次问真心话，老铁问出掌声来了。谢谢，真的很客气。三个问题应该问完了吧？问完了，三个，我回答三个。那不，行，好像撤了啊，走了，嗯，走了。好的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第一次问真心话，问出掌声来了，笑死我。